大家好，我是旭哥，乌卡汉万算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最高悬赏令，或是航海海上纷争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讲这个 T0 最强的隐藏版神角，后期最强的神角。那这只也非常难取得啊，非常难取得的这个修罗索隆，那可以免费拿。那详细的方法，旭哥会分享给大家。就是他这个转蛋券呢，是可以免费入手，然后可以囤的。像旭哥已经囤了4张，那我们只要囤到80张的话呢，是可以保底的，保底可以必中一只索隆。好，所以最爽的福利、最爽的攻略，这个修罗索隆啊，玩的够久呢，都可以把它入手啊。最强的神角真的可以免费入手，还有这游戏最多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需要，都在这一集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、独家最新。好，那在这个顶上战争这边呢，有顶上招募。那顶上招募呢，可以抽哇索隆啊，那转蛋券可以免费拿，这个是旭哥这一集要特别讲的。然后顺便来实测一下转蛋。右下角的顶上宝库呢，先教大家怎么拿。顶上宝库点进来之后呢，下面有一个金盒礼包，在画面的中间下面。点进来这边就有免费的转蛋券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直接白嫖。旭哥分享这个神招，这边有一个免费补给，回到最上看到没有？这个只有顶上金盒10个，将2个顶上之力。那顶上之力呢，就是拿来抽这个索隆的，像是索隆还有太阳神鲁夫都是透过这个。那这个顶上宝库有很多好用的东西嘛，旭哥都有讲过，像要换这个九星的啊，这个哦，旭哥应该之后可以来换个东西了。先来抽，来，那我们就可以来拼一下后期最强的神角索隆了，修罗索隆，或是你要抽太阳神鲁夫也是 OK 啦。那我们来拼一下吧。好，这边还有这个礼盒，转蛋券可以拿哦，还赚3抽，中了混沌之源，这个是可以自选，自选像是鲁夫啊，或是索隆，或是他们的神装，再来。这次的是5星的四皇精英碎片，这个精英会出的角色通常都还不错。好，那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顶上招募的转蛋券呢是可以累积的，所以你可以就是累积到80个再抽，那必定保底啊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啊。无氪的话，那你只要是氪长就没差啦，你就直接抽好抽满抽爆啊，抽到12星。旭哥好像看到这个修罗索隆已经有人达到12星了，这个是课长在玩的。那无课也可以累积到80个，那目前旭哥累积到4个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攻略的关系，旭哥就实际抽给大家看吧，来拼拼看会不会中嘛，反正我们就赌一下这个几率，也是有机会会中这个自选的。那还有像是碎片啊这些，我们就来拼一下吧。因为娱乐嘛，周末一下娱乐一下大家，看一下会不会中。这个有 0.01% 机会直接可以自选，那有这个碎片也可以拿到，然后这边有这个混沌之源，这个是直接可以自选这些6选1，拼一下，不过应该是不好中啊，但是也不好说，有时候就是会中，就是有人会中啊，天选之人，那这个是保底的。他这个有保底，可以拿这个自选碎片必中80次，所以大家可以累积啊，你可以累积久一点，因为这个他过一段时间就会送一次，在这个顶上宝库的金盒礼包这边，刚刚有讲嘛，他会免费送一次，那一次会送2个嘛，那我们就累积，所以累积40次就有80个必定保底会中一次啊，这个算是一个很好用的神招，分享给大家。拿修罗索隆的话呢，顺便记得也拿一下他的装武，这个有自选，就是抽到一定次数就可以拿他装武，他装武蛮神的，他的攻击力加了大概28万哦，生命值加28万，然后攻击加2万多，伤害加成加10%，他的装武基本上是必拿的。这个修罗索隆的王者勋章，这个真的很神啊，他的加成加非常多。那这一支就是后期啊所写最强的神角，基本上是无敌的。他只要能够放出大招之后，都是被他秒，有没有？
他的血越少越强，之前攻略有讲过嘛。所以这一支呢，旭哥真的必推啊。那我们玩久的话，累积够这个招募的转蛋券，然后再一次保底把它抽出啊，也是可以这样玩的。那你只要是欧洲人的话，你几抽就抽到，那你就直接抽吧。所以这个最强的后期修罗神角，修罗索隆太神了。最多组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攻略。那我们首先点画面左上角人头，点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点画面左下角服务，接下来点画面左上角的兑换码，这边就可以输礼包码了。那我们就输这 XY， 然后666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这个有哦，爽，随机的海龙石啊，爽 ，LUCKY 666，接下来按确定。哦，这个有紫色服务石之选，哎，爽啊，赚 ！T137CVW685，接下来按这个确认。这个哦，六个转蛋券，500金果，还有10个探宝券，哎，爽啊，取利。然后777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这个哦不错，魔粉，哎，加减用。接下来是这个 HD， 然后888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好，这个是经验值。好，那接下来输入这个 HE， 然后666，按确认。这个是招募券，爽啊 ！VIP， 然后666，接下来按确定。这个有5个探宝券。好，那注意哦，这个礼包码呢都是就是总整理，所以大家不要问说新的还是旧的，就是总整理，所有的新的旧的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是这个 VIP 777，按确认哦，这个不错，有魔粉。接下来是这个 VIP， 然后888，接下来确认。哦，这个不错，有金币加上经验值 A8SQ0J3686，加按确定。这个有6个转蛋券，500金果，还有这个10的探宝券，哎，爽啊，这个福利不错。5GCQBKM687，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哇，转蛋券金果，哎，很多金果，还有魔粉，哇，这个金果很多啊，爽。接下来输入这个893QMY0688，接下来按确认。哇，一样大量的金果、转蛋券，还有魔粉，爽啊 ！NT6B1DB692，接下来按确认。那这个有哇，10个转蛋券、400金果，还有哇，高级探宝券，爽 ！WEN3P7J6AC， 按确认。哦，这个很爽啊！哇，直接拿这个鲁夫元王啊，超爽！元王鲁夫免费拿。帅啊，也可以免费拿。好，哇，这个真的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 W43RYNC6AE， 按确认。这个200个魔粉 FUK8DGY6AF， 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很神哦，直接可以拿这个鹰眼哦，超神的。这个 T0 神角直接拿，超爽，直接拿一只鹰眼。好，那接下来是 XLDR4DU689，按确认。这个是隐藏版的序号，这个有转蛋券，然后金果，还有资源，这个隐藏版哦，这个算是独家的。接下来是这个 KHD GV2068A。那这个有金币、转蛋券，还有500个重铸石，这个也是隐藏版的序号。接下来是这个 PNKTBG168B， 这个有6个就是金币的2小时高级招募券，还有重铸石，也是一样隐藏版的序号，非常多啊，跟着旭哥最爽的福利。接下来是这个 NMXK7JV68C， 接下来按确认。这个一样，隐藏版有金币，大量的金币、重铸石，还有探宝券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 BMP
L9R568D BMP L9R568D， 妈的有够难念的。好，按确认这个金币，然后重铸石，还有大量的碳宝券，米巴马都在这边了，包含这个 OP666 史上最多的都在这边，还有这个 NAMI666，然后 LORO666，然后呢 AN0802，再来是 MM0801，还有这个 UU0730，接下来是 RPJXKD5678，然后 BB0729，再来是 LL0825，0805。再来是 PSH9KT0691， 那接下来是 QL7W69A6AB， 再来是 WEN3P7J6AC， 再来是 ACF20VG6AD。